不见得一定是说物竞天择，最后你们经过前男友的那一个基础，然后你这样的选择，然后你们认为就是这更好的，经过你们更长时间的相处，更加落地的走向生活，你们可以做一个重新选择，说我们发现还是不适合，这个其实可以放手。但是我发现我努力想排除这个因素还排除不掉，包括在你们的眼神和表情当中提到前男友的那个婚礼现场，不仅仅你受影响，其实你现在的男友也受到极大的压力，这个基础就把你们给架到另外一个你们非常被动的一个局面，这边就一定要证明你跟了我比你嫁给前男友更幸福，但是一开始基础毕竟不一样，所以他说了，那我创业兴许如果在经济上可能会比打工上班可能更加速度一些，当然这也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付出，所以现在你是为了证明而证明，所以你很苦。而这边呢，一个女孩背叛的不仅仅是前男友，包括爸爸妈妈，你要知道在这种压力状态下你的能力仍然是有限的，创业本身就足以让你24小时不停地在思考，这个时候你就忽略了他的情感，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经济上在各方面其实你都不如前男友的，唯独你的对他那份的追求打动了他，但现在你完全把你的精力放在了创业上，你忽略了他身在异乡的那份期待和愿景，女孩这时候有这种感受啊，至少我站在他那个角度，我觉得我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呢其实我宁愿你们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因为你们分开以后呢可能是一个新的这种起点，把前面的事情可能慢慢的淡掉，这种比较和阴影反而会更小一点，别再去硬撑，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如果觉得两个人还想在一块儿可以再重新来，不行就顺其自然分开，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局。好，谢谢，谢谢于老师。来，涂老师，这期节目播出之后，我相信爸爸妈妈也会欢迎你回家，因为他们不会记自己孩子的仇，很多言情小说里面都有你们这样的故事，但凡是一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放弃了自己的前男友或者是丈夫，又或者是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放弃了自己的妻子又或者是前女友，结果都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他们始乱终弃，也不是他们彼此不够认真，是因为太仓促，未经失意不懂人生，未经失恋不懂爱情，他创业失败一次，他就懂得创业有多难，但是你记住，你好像没有失恋过，因为你刚放弃一段恋情马上就开始了另外一段恋情，你几乎是无缝连接啊。我无意去谴责你，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但是既然你选择了背负种种压力背叛几乎身边所有的人跟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要想到你逼得自己只能够勇敢往前了，但是你没有这样去做的，就走的时候轰轰烈烈，但你去了之后你真的付出了对于爱情全部的努力吗？所以你的那次出走在我看来并不是背负了重重压力，你是在种种情绪的迸发之下很轻易地再次做了一个决定，就像当初离开你的前男友和跟他开始一样，轻易的分手轻易的开始。至于男生你是怎么想的，我其实特别理解你啊，这个无论是爱他也好，无论是想证明给所有的人看也好，你都想给他你所拥有的一切，但是毕竟你还年轻，遭遇创业失败的同时背负种种压力，内心烦躁情绪无处发泄，于是有些迁怒于他，这是一些不成熟的表现，但是经过这次创业失败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要真正的为自己的一个行为履行自己的承诺，去背负那些生活的压力和在爱情生活当中的种种挫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你也不能去怪他，不是所有女人都能那样，也不是所有男人创业就能轻轻易易的成功，我是完全建议你们分开，连试都别试，
各自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你回家，父母会欢迎你回家的。回家之后，好好想想自己的生活。创业失败也没关系，创业是为自己创的，不是为女人创的，听见没有？不要把这种创业失败转嫁在她的头上，作为一个男人坦荡一点，好吧？祝你们各自幸福。啊，你老师说得很对啊，回家如果真觉得不行，先回家静一段时间，跟父母先把过往的事情做一个总结，因为父母是爱你的，这个无所谓。不要被那些东西自己给自己套的这个东西让自己压力太大，听明白了吗？嗯，要心甘情愿地为对方去付出。其实很简单，如果愿意为彼此付出，真的从今天开始愿意放下，只考察这段感情，你们再试一试。如果你们还纠结在其中不能出去的话，那你们分开也没什么。这就是一段恋爱，这就是人生的一段经历。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之前的种种事儿吧，还有三位老师说的话，我已经就是